起来起来，走错屋了啊，走错屋了，走错屋了，赶紧回沙发上去。什么事儿？我你烟戒了吗？我不都说好了吗？不戒烟不能回屋，赶紧睡你的沙发去。我睡一晚上不行，你因为你今天你才戒了几天啊，戒了两三天，你今天是不又抽了吗？赶紧去赶紧回你的那个沙发上去，快点快点的，赶紧的。你干啥呀？这是赶紧走。走就走呗，你看你不戒烟不能回屋，你动手动脚，快走。走。一走后今天怎么又睡沙发呀？啊，我今天没忍住，我抽了半根啊。抽了半根？嗯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怎么说你都不好用，是不是啊？那话说谁呀，那一下戒了，那不得慢慢的啊。这都多长时间了？多长时间的了？都一周了吧？你还没戒掉？一周没戒掉，那不太正常了。你赶紧搁沙发睡吧，这狗改不了吃屎，真是要了命了。一个月后，这搁这坐着干啥呢？不过去睡觉啊？不过去睡啊？怎么了？你也没戒，哪能过去睡啊？不是，你这都一个月了还没戒啊？没有，我今天抽了大半根。怎么又没忍住啊？上回不抽半根吗？这回抽大半根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惜戒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回屋睡觉吧。那不行不行，走吧。下定决心必须要戒。不是，那你这赶紧戒也戒不掉啊？那你别戒了呗。那哪能啊？这不就叫进步吗？上回抽了半根，这回抽了大半根。那这不是退步了吗？抽大半根不退步了吗？没，怎么叫退步？这有一个就是一个。高潮期低潮期不是吗？对不对啊？好好好，那你睡觉吧，给早点睡吧。好，明天别抽了啊。好。两个月后，老哥，睡着了？睡着了。不是，你赶紧回屋啊，你搁这儿睡干嘛？我不说了吗，烟戒了我再回屋。不是，你这都两个月了你还没戒啊？没，今天抽了一根。算了算了，你不去戒吧，你就当我那个话是当个放屁得了。那不行，那坚决不可以。那咱大丈夫说话要算话。算了，小姐，别气了，你就当我放屁吧。来，那不行，走，回屋，走，我一定哪能你这能这么样？走，不行，不行，我说话就算数，不行，这记着我。